电影《大亨向华强》呢日71岁生日，一向孝顺、啱啱荣升人夫嘅大仔向佐就同老婆郭碧婷仲有妈咪陈楠一齐为父亲庆祝生日。向佐喺微博铺咗张一家四口嘅相，仲留言同爸爸讲生日快乐，又指今年系第一年有新抱仔郭碧婷为爸爸庆生，希望父母继续恩爱、开心、健康啊！而郭碧婷就转发了老公的微博，还留言说开心开心，似乎这位入门没多久的新抱和老爷奶奶的关系都相当不错。